今年棒式大赏的行动游戏创作组同奖开拓者是由成功大学的学生团队所开发的作品。由于一场科学灾难，地球被神秘的能源物质波波拉所污染。数十年后，波波拉逐渐退散，玩家将扮演新的开拓者，重新探索地球。游戏透过 GPS 定位，可以让玩家对周围探索，并借由弹射火箭的方式来采收资源。在发射火箭时，地图上将会出现许多台湾的美丽建筑，像是台北101、高雄美丽岛站。若是成功将火箭弹射到附近，就可以收集到相关建筑的道具。只要有了这些道具，玩家就能够回到母星上盖出相同的建筑。以 GPS 定位玩法搭配台湾在地的搜集元素，相信会让玩家们乐此不疲地持续探索下去哦。